如果对手离网较远，那最有效的进攻手段叫做短球，也叫 Pingo。 Pingo 是葡萄牙语中对轻击球以使球低位擦网的叫法。对于初学者，最简单的是用头击球进攻。不要将球打太高，因为这将给对手机会到网前拦网。如果对手离网较近，尝试将球击到他后面，这样他将没有时间后退接球。